家，好可怜啊！今天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先来帮大家做开场，因为我们有一点 delay， 然后就是我先来这边先把大家暖暖场子。对，因为我先换好了啦，所以等一下他们就会进来了。嗯，今天我们的礼物是那个，那个天鹅绒的那件。OK， 今天的礼物是，我觉得这礼拜的礼物都还，不是礼物，这礼拜的那个特价的商品都还蛮优惠的，就是整个是下杀了很多折，特别选了三件，就是三种不同的款式，三种，然后让大家可以选，这样。然后大家有看到我们后面的场景，就是很漂亮。好可爱，他假日跟奶奶一起来布置的。Hi. 然后我们礼拜一进来公司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这是真的很有圣诞节的气息。Hi. 而且下午，不是，今天真的很冷哎，就是我们今天跟江江他们出去买午餐，就是已经进入了像是去北极去极地买午餐的感觉了。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？哦，你刚刚说那个 ，Hello， 圣诞节快乐，喜姑。下午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你一个人，哎，就是好。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应该就是一直都会，是我们官网上面其实都会放一些，就是我们私人穿搭或者是个人的穿搭什么之类的。然后现在改成新的版本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们的 A Little More 的，好，就是大家如果用手机版的话。好，先假装我们现在它会出现在官网最下面，连到 Puzzle 的官网。然后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活动，就是大家如果拉到官网的最下面，这是手机版，就是会有出现这个，就是如果你 take 我们like Puzzle， 就是可以在 IG 上 take like Puzzle 的话，就是代表你授权给我们的，就是同意放我们官网上，对，同意放在官网上面，就会像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嘛，就是会抽出上一个月的一位的得奖的人，会送赠品，会送小礼物，小礼物，对，随机的，就是只要 take like puzzle， 然后因为它会出现在官网上面，你们可以上官网看看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照片有没有出现在那上面。对，然后有标注的里面，我们都会从 IG 里面去就是去抽出一位，对，去抽出一位。就会得到我们的精美的小礼物，每个月一次，每个月的礼拜三好了，有时候我们好像每个月、礼拜二好了。你说你不要一直忘记，你说每个月的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，对，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，对，上个月的，所以上个月截止应该就是看他照片是发什么时候的日期，就是反正就是当天就是发，就是抽当下的，就是抽就对，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那大家可以 take 我们的 like puzzle， 好。也换好了，你刚刚有讲了这一半的特价款了吗？讲了，三款都抢讲了，没有细细的介绍，没有。现在会有人穿吗？会。好，那有跟大家讲说，我们这次小编有很贴心的帮大家算三件如果全包的价钱吗？1056，1065，不是吧？我记得是1065啊，真的，是1165吧？为了这个吵架，1165吗？总之就是非常划算，反正就是平均一件只要多少？390。他自己都很不确定哎、欸。390吧。有背景。390，平均一件390。有人说1190。我记得是65哎、欸，不是90哦，不是90。总之就是不到2000块，可是又有上又有毛衣，又有对，就是又有毛衣，然后又有洋装，就可以让你穿得美美的过圣诞。你先介绍你的，好像很多人问紫色衣服。对，这件是这一半的。对，对，是纯色小立领宽领针织上衣。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紫色这件紫色会比较难搭，然后我刚才想说搭了一下，我搭的是里面这件的话，它是这一半的这一半的两件式的那件。哦、oh, ，然后你分开搭。对，我分开穿搭，我把它穿在里面，因为现在好像蛮流行就是里面搭高领，这样就会有这样好像很划算哎。因为大家看，如果我没有这件白色高领的话，是就是会感觉少一个层次感，少了一个颜色。其实也没有说不好，就是多的话会觉得好像更有型，就是这样子搭配，就是多一点层次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短裙也是这一拜的，它是做中间有拉链，
然后它是真的可以拉开，拉到底，这超酷的，这边这样子，这是一个 point， 这是超酷的，就是它是真的可以拉开，没有，它在正中间的穿脱的时候很方便，你先把它拉到底，穿上去再把它秀，对啊，就是可以扎衣服的时候，你不用已经穿上去才在那边扎，你可以直接先放这样子，然后直接盖起来，就可以直接扎进去了。然后它后面是做有松紧带的设计。所以每个人的腰身不一样的话，通常都是 OK 的，就是弹性会比较大。然后就是，那个 Peggy 穿，她说很松，我穿是紧的。对，我现在没有到很松啦，就是我现在还有一点。可是我们都是穿，S 号。然后我们是穿一样的，一个卡一个，卡的在上面看起来像黑的耶。我现在是穿黑白格的，然后你怎么那么高啊？我像踮脚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怕镜头看不到，因为那边有字会挡。但我这个是咖，它是咖，就是它是咖啡色，它有点像是红棕色混灰跟深蓝。这样讲，这样好像我好像拍不到。那我退后一点，好像拍得到，这样拍得到，没关系，大家可以看官网。它也是一个就是很冬天的颜色，而且它外面是铺毛呢的感觉。是然后我想要讲的是，就是我们前几档有出格纹裙，一个是类似这个灰色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双口袋在这边的哦，我知道。再来还有没有拉链的？再来还有之前有出红色跟绿色，就是很像圣诞节的那个。这两款都卖完了，然后现在都是没有货的状态。可是很多人在问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询问，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要格子裙的话，那就可以买这一半的这一件，而且它是这三款里面最厚。就是毛，对，算是它最厚的，比较符合现在的天气。它也很像那种羽绒外套那种感觉，因为它里面是那个，你说里面是这个，它里面是有内里的，对对对，它很像羽绒外套的。下半身宽大可以穿吗？可以选 size， 它这里有三个尺寸。然后我要讲一下上衣，这上衣也是这一拜的隐藏版新品，这超可爱的。就是它又是大雪梯，但它跟之前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宽宽袖，不是泡泡袖，是宽宽袖，看得出来吗？有啊，这边好像，而且它侧边有做拼接的，不一样的材质的感觉，其实是一样材质，只是做不同的纹路。这边是拼接螺纹，对，它是这边有一个拼接，侧边有做一点小设计。然后它是不是有点类似那个飞鼠袖？还是因为我扎弧度的关系？是吧？它是 MIT 舒适感内刷毛宽袖上衣。我要讲它很适合现在的天气，是因为它是宽袖，所以你里面就可以。塞衣服，你可以塞像 Peggy 那样塞高领，或是像我现在里面是发热衣，而且它有做那个袖口的开叉，对，它袖口这边是有开叉的，所以也不会很憋。这样有内刷毛吗？有哎、难怪我现在很热。紫色加白内搭加姜黄色，是要买的意思吗？有刷毛，然后宽袖里面可以塞衣服，然后我是黄色配这个。这样配好可爱、哦、咖啡色的裙子，然后还要讲这个帽子，这个也是这礼拜的隐藏版，因为它放在那个页面的最后面，所以大家好像没有发现到有这个配件。它有后面很可爱，对，它有咖啡色跟黑色，然后它是鸡皮的，拍得出来吗？我戴的是咖啡色，然后它的重点就是后面好可爱哦，它好像有点像光，有点光泽的那种布料，它是有点绒，就是会看起来，而且它的蝴蝶结很大，好可爱哦，就是你不用怕你背影会看起来很单调、我们不是要去那个很多人的景点吗？就不怕走失，很好认就是了。这个拍照拍背面也超可爱，对、啊，就是啊，我知道新北耶诞城不是有很多那个透明的气球，对啊，你就这样随便站个背面就超可爱了，对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准备？你说那个气球啊？它是会没电吗？它飘在天上的话，那种应该是氢气，它一天就消了。哦，是啊、所以要买力的，好像有力的那种。现在我的兴趣号里面好像放 LP， 紫色的我也觉得还蛮可爱的。我们是不是要让小羊出来？小羊可以出场。我不想吃。还是你把镜头移过去？没有啊，我不太懂。大家有看到我们的圣诞树吗？今天的布景。大家就把它想象十倍放大，我们现在就在新北耶诞城。那不是新北，这个树很可爱，美，还有雪白色的雪，好像真的在国外。哎、欸，这样瘦子才能穿宽大的上衣。我
我上半身真的一点都不瘦。你好像在发表什么成绩？不是你们自己评评理。没有，我觉得像我的话，我好了，我可能比较瘦一点，但是 我可能比较瘦一点，我不太喜欢穿宽大的衣服，对啊，会看起来比较没精神。哎、欸，也不是啦，小杨在后面好像在一个咖啡厅之类的，小杨有要出来了，很像在咖啡厅，对啊，很像在咖啡厅。他今天就是早上的时候，因为昨天去物流帮忙到很晚、欸，所以大家好像就是精神状况跟脸色都不太好。今天大家早上来都水肿，对，整个都很肿。嗯，然后我今天因为今天是要说要去过耶诞节的时候要怎么样穿搭，然后通常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穿这种裙子，对，短裙跟短裙配短靴，比较勇猛的人、啊。对，因为我就是。会怕冷，最近很怕冷，所以就会觉得说希望穿的是温暖的感觉。然后，所以我就今天是以牛仔裤的穿搭，就是最平常最会穿搭的样子去做。好可爱哦！就是这种牛仔宽裤，然后就是平常你下班你就可以跟朋友去逛，那你也可以下班去换一件短裙，像可遇一样。出去就是比较轻松的感觉。然后我平常因为就是可能是这样穿搭，然后就想说披个大外套就可以出门了。我的外套很可爱，对啊，因为好多人问这个外套，这还有那个蓝宝宝蓝，我也想要穿穿看。可是刚刚有人说他买了紫色的，紫色的那件很可爱、啊，很可爱，嗯，色的。然后我身上的这件，我的外套是小巴黎毛料长大衣，到小腿的。小腿的很下面，它这个除了小羊身上的杏色，还有紫色。紫色，刚有人说想看紫色，我本来想穿紫色，可我觉得紫色穿我今天这个穿搭好像不太搭。对、啊，因为里面穿那个紫色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今天很简单，你看我是粉色的毛衣，配白色的跟蓝色牛仔裤，很简单，所以我会搭一个就是比较重点的配件，比如说像是格纹的帽子或毛球的耳环，我觉得也不错。猫车耳环好像很适合圣诞节，很可爱。嗯，里面的厚度是里面这一件还是这个外套的厚度？然后牛仔裤，其实我穿的外套是怕说我肚子很大，想说可以遮一下。帽子还有吗？帽子有那个追加，然后林真说到底要怎么购买我们的衣服？就是在我们的官网耳环是新品，然后我脱下来给大家看，可能只能正面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这样，我穿的是宽裤，这样腿看起来好长哦。我定个，我天，腿看起来很长哎。说腿看起来很长，那个可能是因为无他相见。没有啊，因为这一件是长腿神器，这件的，因为我158，然后我就。之前不敢穿宽裤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就是穿宽裤其实还 OK， 还可以。我不知道现在镜头可不可以。腿很吃长的，对，是长的，是长的。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件外套，就是冬天应该大家都会有一种这种材质的，毛毛的，嗯。我今天的腮红是也没天天去，怎么有人知道啊？好厉害，有人看到，好厉害。对，我平常都擦那个草莓，可是我今天想说比较冬天的感觉，然后我就擦了眼眉。可以请156穿大衣吗？我刚好穿好了，就是你平常穿、欸、对，你会觉得很长吗？因为这个袖子是可以折起来的。你说袖子很长还是衣长很长？衣长袖子，它袖子折起来也是，里面也是，就是不会被人家发现、這個。对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，就是当初就是设计好让大家可以反折。当时在想的时候就想说，他说画面糊了、欸，不会吧？天哪，画面糊了，有点卡。我今天是用我自己的网络。为什么？现在还有？现在还是吗？现在还会雾雾的吗？别吧、嗯，有点模糊哦，真的、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继续好了。我156我穿起来是到小腿一半，小腿一半吗？很糊吗？很糊吗？有人在帮我们看直播吗？这很暖哎、欸，有人刚问想知道这个厚度，我觉得它很暖，嗯。可是我觉得它是没有绣字款的那件大衣之前那个开叉的厚，因为它那个布料更挺更厚，所以那个穿起来是很有分量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穿起来它没有那么重，对，它不重，对对，但它其实是保暖的。
可是我想要说的是它这个啊，因为我自己也穿类似的、嗯、可是不是我们家的、嗯、是黑色，它摸起来有一点点刺刺，这个完全不会，这个好舒服哦、嗯、因为它这边其实是会接触到身体，还有它这边里面这一段、嗯、可是是很舒服的那一种。这个它有点，因为今年很流行那种有点灰性的感觉，然后我是觉得我自己的内里配的颜色配的蛮好的。你说现在跟大家说，对，现在跟大家说一下，还好大家说不误了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特色是它这个领片很大，嗯，好像会显瘦的感觉。就是那个下就是这样拉长，你拉长。外套多少钱、欸？你们有吗？1590有买也没，甜甜圈真的很不小，很容易不小心就下手，真的会很重，要记得要敲敲敲。对。啊，刚刚有人问这个帽子它还有什么颜色？它还有黑色的。这个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，那个帽子我好像也可以戴。好吧。对。就是刚刚我是穿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把它拉下一点点。就是比较好像我觉得比较大人一点的，一点点性感的感觉、嗯、一点点性，然后你配宽裤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风格。对啊，这样也很美，好像会有另外一种，因为它刚好会露出锁骨的地方，对对对，就也很显瘦，对，就会很显瘦。然后因为这个袖子很可爱，它是故意就是直接车好反折的，然后是宽袖、哦、的，对，这边这样好可爱哦。对，而且这个它虽然是短版，它是有点做有点散状的，我觉得就是露露的女孩也可以穿诶、欸，好可爱、啊！因为像我一样，我就是也是露露的就可以穿。然后它的粉是有点，是我们最爱的雾粉色，对，雾粉色，然后带一点点橘的，嗯。帽子什么时候补？已经补货了，可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追加会到。但是现在我们都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只要有补货到的 ，Paolo 跟我的那个 IG 都会 po 那个限时动态，所以你们就会。知道有什么东西补货，因为其实格纹帽子每次补都是每次只要一补马上就会就是没了，立马没了。对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说那个就是小杂志，好，我刚刚有说那个，我带了电脑来，好。好小杂志的话，就是小杨每一个礼拜上新品的时候都会写文章，然后或者是我们有特别的也会有写文章、嗯，就是这样看得到，可以，会有点雾吗？那你放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我来，我这样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帮你对焦。好，然后就是现在网站上面有一个这个 Mac， 我、哦、不能放大，忘记它，想要放大，就是你只要点到，我等一下在哪里？这里，你按一下，这边有小杂志，就是官网的最上面的地方。嗯。现在会有一些文章在里面，然后我每周也会写一些关于新品的穿搭，然后像这一篇就是我1218的新品穿搭。嗯，我点了吗？他在跑了。然后这个上面有分类，就是新品，然后跟形象，然后诶没了。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beauty 跟 AAA， 好像是。这是我的专栏的感觉，对，你们可以点这边去看。然后在这边新品推荐里面，我会就是把就是下一周要上架，就是这周的新品，我会用我的穿搭方式，然后跟大家说推荐给大家。就是 我觉得里面写的很详细，很详细啊，而且很贴心，还有带这个链接，对啊，可以直接点了。就是你如果有喜欢的款式，你直接点就可以购物了。我的 WiFi 好像有点慢。我昨天想到一个活动，什么活动？就是我只要每次分享的时候，可能随机某一篇，我就会抽一个问题、嗯、问他们，你说就是文章的问题，对，会不会太难、啊？然后只要回答对了，就可以就是抽奖这样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那个。总之呢，但答案都在文章里面。对，答案都在文章里面。这些粉红色只要有反粉红色的，都是你可以直接导到那个购物的页面。然后我这边也会介绍说，比如说我穿的大衣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或者长度到哪边。总之大家就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像这个格纹外套，我就穿了三种不同的方式。因为其实里面写的蛮详细的，就是一般大家会问的问题都写上去了。周末是没有在休息的，我觉得我上了七天的班，写得很详细，就是写怎么穿，然后里面材质、布料、啊，跟我穿的尺寸都会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持之以恒。可以，应该可以吧。好，那 Peggy 来了。对，我现在还是很模糊吗？没有，应该不会。有人说有点模糊。
你穿 S 号，我穿 S， 我穿 M 号。哦，那我们不要再穿。Peggy 穿的话会落地。没有，我现在跟雅竹是。哦这样好可爱哦！是有点偏粉，然后你是驼色，可是也蛮好搭的。对啊，这样一起拍照很美。我是驼色的。好，你穿 S 是松的吗？我穿 S 是紧的，还是因为我有前面有塞毛衣，可是我后面没有塞。我穿 S 超紧的，如果超紧，跟我一样158，然后52的话，我建议你买 M 号，因为我穿现在穿 M 号是松的，我觉得很蛮显瘦的，而且它是做落地裤。腿看起来好长哦。然后我今天就没有配袜靴了，我今天是直接穿白布鞋。对，白布鞋的。我要去换别的。穿好，想说直接给大家看158的长度，就是会落地，落地。对，它是会刚好落地，好像会有一点点的拖地耶。但是我已经是穿高，算高腰了，我肚脐在这边。对，它是会有点落地。这样腿看起来真的超长。但是它的腿就是因为是穿高腰，然后又是又落地。所以你的腿看起来就是很长。好，我来站前面给大家看我的上衣，然后内搭的话，裤子吗？好，就是因为我今天看到在粉专上面有人在问156穿这个裤子长度到哪里，大家我们 PS 系列里面都有一张很完整的试穿表，然后里面有我们试穿人员刚好里面有一位就是156公分，就是我本人，然后他又会写说这个裤子，就是我本人，穿起来是落地，落地就是说。超过脚底板就是更长，那如果写说到脚底就是到脚底，那写说到脚踝，我们会写说我们每一个身高的人穿起来这个裤子的长度到哪里。那个表我觉得很准，因为我跟你讲可鱼真的超级严格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上面写的去看，因为有的款式它可能偏长一点，有的款式可能偏短一点，就可以用那个去对照一下。我妈哪一个是吗？反折会很奇怪吗？黄玉辉要反折给大家看吗？有人反折好像会掉下来，我来看看。这样好尴尬，他就一直出现在那边，我觉得很不知所措。不会，哎，又刚刚又模糊了。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反折，因为牛仔裤只有一色哦。因为他下摆很宽，然后又有点软。哦，这样好像，因为他下面是做抽虚的，所以就会变得两层好像漏水，不行，因为它太软了，这个布料太软，没有办法反折。超好看，超好看是。袜靴大家再等一等吧。我有买可鱼的外套，因为那外套真的很可爱。我才出现两秒哎。然后，那我介绍上衣。上衣的话，一样上面是那个，里面是搭。你刚刚穿的那件小高领，因为我怕冷。他酷爱在里面加衣服。酷爱，因为但是这个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小加小高领比较好看，变比较好看，就比较有精神 point。因为它背后是哇，这就是这礼拜其中之一的特价款，就是后面有蝴蝶结的毛衣，我记得是380块，对，三百八。你看多可爱！等一下，不要转过来，不要转过来，你就是一个 gift， 你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礼物。等一下，我穿的这件也是这个概念，想吃饼干，有姐妹装的感觉。153想穿牛仔宽裤，这一件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长，如果你穿跟鞋就或袜靴可能可以。好，你可以转过来。我觉得这件真的还蛮划算的，因为它是厚的毛衣，就是它是有分量的毛衣，然后又有造型感。嗯，然后因为我刚刚戴帽子，所以头发看起来比较塌。因为我觉得配一个耳环很搭哎、欸。嗯，就是配毛球耳环。这个耳环我不确定还有没有，就是之前上架的，一样是咖啡色。这耳环好可爱哦。对，你也可以只戴一边，因为这个戴两边好像太大，戴一边吧。然后我是特别选这个颜色去推荐给大家，咖色，这是算什么？这是棕色吧？我觉得这个棕色很好看。小高领是这周两件事里面的，对对，就是这一周的两件事里面的那一件，可以上衣跟官网的色差，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电脑的萤幕的颜色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已经有尽量去调整到跟衣服的颜色去。对，就是以单品照为主，就是不要以 model 照为主，都是我们以单品照为主。嗯，好，那换配换可鱼。可鱼好，这是我的搭配，这样很圣诞节。我要来介绍这个。没错，小高领是这周两件事里面的那个。我好像忘记戴耳环了。
我们好像蛮多这种蝴蝶结的，这种好可爱哦。我里面的这件洋装是我的款式，它有灰色跟黑色，我今天穿的是灰色。然后它这个洋装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这里可以打蝴蝶结，那如果你觉得蝴蝶结太夸张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松开，就单结就好了。我昨天包货的时候有看到有包到这一件，如果你觉得蝴蝶结太 over 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单结就好。这样好像也很可爱。然后它这个是灰色，它有一点那种英伦学院风的感觉吗？对，就有一点学院风。然后因为它是大格，对，然后配上这个外套，这个外套也很可爱。这个外套有三个颜色，砖红，然后灰跟我现在身上的是米杏色，而且它旁边它这边有绣线，很可爱。它每一件配的颜色都不一样。我自己驾驭的时候是穿里面是黑色，然后配这也是这件外套的灰色。这件我觉得很灰色的外套，对啊，就很好搭配，又长长的。而且它的扣子也好可爱哦，是那个，是有这个花纹，很可爱。是五年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拆礼物的概念，再绑一次。可是要花一点心思把它绑得漂亮一点。我现在先大概绑一下。我在这绑的很丑，拆礼物的概念。对啊，就是拆礼物的概念啊，因为我很喜欢所有的东西上面有蝴蝶结，我觉得很帽子，你看它的帽子也有。这个洋装啊，我就是在这边有的款式，对，我在这里的第一件，第一件上架的，第一件上架的款式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我真的他很贴心，他就是硬要加口袋，对，我非常爱就是东西要加口袋，而且像你们看这外套没有口袋，可是里面这个洋装，里面这个洋装就有口袋就。它这口袋是看不出来有口袋的，但你超隐藏的，可以放手机，对啊，就可以放超级隐藏的。然后这洋装就是有点娃娃装的感觉，就是女生冬天都一定要有一件洋娃娃装，所以大家赶快买哦，支持可以。我的帽子是之前好像 是吗？对对对，已经上架过了，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架上还有没有。然后还有这个外套很适合去，也很符合我们上礼拜的主题，就是去咖啡厅拍照，因为就可以这样子。好像这样子在桌子上，然后就拍着，因为我这个周末有拍灰色的那次，然后就这样就很可爱，他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先退场。对，是可余款。然后这个我忘记是我的还是雅雅的，你的刘海好奇怪。然后我穿了刚刚穿了你们穿的格纹黑裙，因为我发现粉红色配格纹好可爱，很可爱。就是黑灰的是好看的，对，就是配灰的很好看。这看得到吗？好像粉配灰都很对，很可爱。配浅灰或者说深灰都蛮好看的，对。然后我上面也是搭了灰色的帽，棒球帽，可爱哦。对，今年就很喜欢各式的帽子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换。我这一款也是可以在咖啡店上这样子拍的。而且这一款也是蓬蓬袖，泡泡袖。这个是内刷毛，然后看一下它的造型，它是前面是这样子，它其实有点像那个大雪地，对对对，甜甜圈的大雪地版型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三角，对，正三角，然后侧面是这样写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修饰的效果，对对对，很可爱，腿好细，就是因为穿这个裙子，我52公斤。有人说你好美，突然开始开粉丝见面会。这个就是跟可鱼一样，我们可以就是好朋友的时候可以在同一个桌上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咖啡，好可爱哦，而且看起来很温暖。对对对，有人帮我们截图。格子洋装如果168穿大概多少？168有点高，因为我们现在这边都是平均155，高了我12公分。如果要买 S 号的话，我觉得会有点短，可能要买 M 或 L 的长度，比较长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我是做比较短一点，因为我人矮，156，我人矮，156，我158。对啊，做太长我就不能穿了。然后我想说这个它是内刷毛的，因为我记得内刷毛好像上周还上周我们有出了第一款，然后我之后其实都会有一些那个内刷毛，因为现在真的好冷哦。对，而且我们有用一个内刷毛区。对对对对，在官网上面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在官网上有一个内刷毛区，就是点进去其实里面的大学题啊都是有内刷毛的，因为现在真的太冷。我今天特别带了电脑来。现在真的太冷了，好像真的需要内刷毛。可是又要再回去，好，这边。那边看得到吗？
在这里，这里，这个加5度 C 保暖内刷毛系列，然后你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就可以有很多，都是内刷吗？对，现在还是空白的，但有点像国王的新衣，好像有，那可能它不能动，是不是？因为动了就哦，这边有很多，就是有只要有内刷的毛都会放在里面，因为我这款的我没有放在里面。嗯，新衣。等一下，赶快。而且内刷毛加发而已真的很暖。但是讲到内刷毛，我想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黑裤有出有一款内刷毛的，那一件有好多人跟我反映说好好穿。我妈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那件内刷毛裤真的很好穿，穿你们，你们，他说是我穿过最好穿的裤子，而且又显瘦又舒服。然后有美编的同事，他也有跟我讲说，那个刷毛裤真的很好穿，又显又显瘦，对，里面的刷毛很舒服。嗯，可是因为大家好像不知道，我想说跟大家说一下。而且之后还会出一款，就是比较高腰感觉的，高腰感觉的。哎，我们沙发要回来了。嗯，我们的圣诞节的位置要回来了。嗯 ，M 号是不是缺？刷毛裤 M 号缺，对 ，S 跟 M 号都缺了，然后现在也正在补货中。对，好，那我刚介绍完了吗？嗯，好像是。我的耳环是耳环还没介绍，耳环是新的。耳环是新的，一定要开始最后了吗？是最后一套。那我再介绍。我还有，哎，多少啊？我们今天还有一套，那我还有。你穿几套？第二套，他跟我换了一套。小杨穿刚刚大家都在问的紫色的那一件。那我这个穿这个我好像就不能配耳环，好像会有点太多。好像颜色爆炸，好像也不行。那紫吗？我帮你调看看。看，因为泡泡袖就是有点厚，但是你看我穿的泡泡袖，那穿成这样好像可以，厚度还可以，这个袖子的厚度。因为如果你的大衣太袖子太窄的话，你就穿不进泡泡袖的。我的裙子是 S 号，对，很紧，就跟可鱼一样，就是有点紧。嗯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大衣颜色 好特别，很可爱，就是你很难在外面很少在对很少这种价钱有对买到这个大衣的，超可爱的，好看的，然后可以跟一点点腿这样圣诞树合影就很可爱。它是有点淡淡的紫色，嗯，觉得很漂亮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也可以把衣服扎进去，看起来比较可能会更好。嗯，不是因为我就是这样，好像肚子太紧，对，裙子太紧，把它拉开拉链。这个拉链是可以打开，这有点，这件有点，因为那时候发烧，有点害羞哎、欸。这件它是可以直接对拉到底，真的拉开的。而且这个紫色，就是它跟粉红色也很搭，跟白色，我觉得它如果里面穿白色的。穿白色会很高级的感觉，对，就会变得好像很女人的感觉。之后会有内刷毛的裤子，然后我刚刚也想说，因为我刚刚是戴这个灰色的帽子，然后我觉得我粉色好像还可以戴，刚刚可遇戴的这个就是都温柔的配色，这个是这周的新品的，对对，然后这个它戴起来比较挺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是这种天鹅绒材质，但是它。戴起来是头顶，因为帽子有两种，是一种是哦，你知道棒球帽会比较塌，有的会塌，然后这个是挺，这个你的脸型，我觉得看起来是不是蛮对，就是很好那个头型的，这个头型很好，对，头型是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对，嗯，什么？之后会有内刷毛的裤子吗？会，然后 BK101的 S 也会补货，上衣可以搭长裤吗？上衣通常应该可以搭长裤，只是我们故意想要穿。比较就是休闲一点，所以搭了这个。对，好像搭黑裤搞不好也可以。搭黑裤也可以，黑裤是最基本的。对，黑裤这款上衣没有办法搭。那我要再去换下一套。好，那我先。那就是换。先不要穿外套好，因为我等一下穿的外套是压轴，然后我先介绍我这件洋装。哎、欸，你今天也是穿泡泡袖的。就是，它是泡泡袖洋装，自己取名，不知道是叫这个名字。然后怎么了？哦，他妈进来。那个它的长度的话，我是158公分，所以会直接到我的小腿肚了。
然后我下次搭马靴，靴子就是我们有上架的靴子，就这样。或是大家里面也可以搭我们的内刷毛的那个内刷毛的内搭裤。帽子是明天的新品，哎，对，明天的新品。然后我觉得这帽子还蛮可爱，就是很，它是做很像小精灵的，很尖的感觉。然后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往下压，就是再拉的话，它会好像会飞上去。材质，它材质外面是做就是大雪T的那种材质，但是它很保暖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做刷毛。大家看，它是里面有做刷毛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只穿这件的话，其实还蛮算蛮保暖的。165公分哦，我现在是158，大概可能会在上面一点点吧，因为我现在是穿到小腿肚了，然后如果加靴子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快连在一起。跟大学鸡同材质吗？对，但是它里面是有内刷毛的。所以是很温暖的。黑色洋装有分 size 吗？这个那个谁啊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有没有尺寸。那个谁就是这件 Peggy 穿也是 M 的，所以没有分尺寸吧？应该是没有。我要看一下，如果是 M 号的话应该是 one size 的，所以会比较类似是宽松版型的。我是158公分，45公斤，会慵起来有一点慵懒的微松的感觉。一样是做泡泡袖设计。好，我发现我还没，我想说等你们来。我发现我一个人好像有一点进步了，哦，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干。好，换你了。我以为你要说你一个人怎么了？没有。Peggy 刚刚那一件洋装没有分尺寸哦，没有分尺寸，对。现在这一套是今天直播的礼物，也是这礼拜的特价款，只特价到明天早上10点。它也是，它一特价就便宜了300块，我觉得很划算。而且它这一件是天鹅绒，然后下面又拼接，就是很美的，好像要退到很远。蕾丝，很美的，很漂亮。然后，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下摆好美，哦。对，然后这样才390，我上礼拜就已经有先偷偷穿这一件，然后 Ruby 就帮我拍那个新品预告，就我就觉得它的裙摆，而且你上礼拜搭绿色，我觉得搭红色也很好看。它今天搭红色，就红色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圣诞的感觉，但我觉得这样搭很可爱。我一直想要给大家看蕾丝。好像看不到，没有办法，应该是看照片比较清楚吧。还是你可以手机拿下来，可能荧幕会大晃。大家看得到蕾丝吗？我是156公分，穿起来是这样，好像也不会到太长。不会啊，然后刚好露出一点脚踝，就是有一种层次的透肤感，对，而且很漂亮。蕾丝的地方是可以稍微看到你原本的皮肤的。有人说红色搭起来好，红色很显白，这样就是很圣诞的。我觉得可以直接穿去圣诞节的 party 之类的，然后拿气球再吃。而且我觉得它虽然这个洋装只有一个颜色，但是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亮绒布的那种，它是绒布哦。其实里面搭什么颜色也都可以，红色搭天鹅绒完全就是圣诞节的定番搭配。你是不是怕我讲不出？没有这回事。而且它这个现在在特价390真的很划算，明天10点过后就会变。它原价是690，我觉得690我也觉得很合理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挑，我觉得它的特价都 CP 值都很高。150公分穿会很长吗？猫里说不会，欸，我们的光是不是有点变？它的肩带是不可以调的，对，它只有一个。然后它的肩带是双肩带的，不可以调。我会先回答他了，对，不可以调。绝配。有买真的吗？那有买就记得，我觉得真的很划算。记得要我一直在讲这句话，记得要上传，然后 hashtag like puzzle like puzzle。抽奖是要留言还是要分享？分享跟留言对。想知道裙子厚度几公分几公斤？我156公分，几公斤我。几公斤就先不说了，对不对？等我再瘦一点再跟大家说。我觉得裙子厚度好像有点难讲，因为它就是艾瑞斯说150公分不会太长哦，因为他有买，还有帮大家试穿。洋洋穿什么尺寸？洋洋是穿 S 号哦，就是在那个小杂志里面，是不是不能穿太厚的衣服？我觉得没有，要看你个人的体型，像我可能就不适合穿太厚的。
因为这里好像会，其实主要是现在里面这件好像是会丢起来，可是我上礼拜配绿色的那件它比较贴身一点就没有这个问题，而且我觉得就应该是要选贴身一点就比较不会跑来跑去。这个裙子什么季节都可以穿，它也可以单穿呢，它里面是有内里的，所以不会让你不会天鹅绒直接碰到你的身体，所以没有那么热，是里面是凉凉滑滑的。对，里面是滑滑的。可是夏天穿我怕视觉上看起来很热，天鹅绒会看起来很热。搭短靴，对啊，大家有看那个我们 IG 的那个新品的抢先预告吗？就是有剖下摆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照片看那个剪毛蕾是超美的，真的不能近拍吗？你真的不能？好，那你说让我镜头拿下，拿下。我想要给大家看睫毛蕾丝，把你再拉起来，这样。因为我就不动啊。但好像曝光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你看很超美的，它那个裙摆。然后如果你这样走路的时候，水就是晃动。光是光啊，说亮太亮，那我是不是退后一点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好像可以。就是你走路的时候，它那个蕾丝就会随风这样飘。可以近看材质吗？近看可以啊，就是有一，它就是天鹅绒，绒面的，有一些角度会有点反光感觉的，跟那个帽子一样。如果搭蓬蓬袖内刷毛长上衣，好像太厚了耶。比较适合搭，你知道，就是有高领的，然后比较贴身一点的，但是质感是很舒服的那种上衣。我觉得可以，这就是我们之前。有上过架的，但是比这种还要再薄一点的毛衣，针织的都可以。这就是今天现在这个直播的礼物哦，很棒吧？你说这个天鹅绒吗？不是我。然后还有江江来了，如果怕抽不到的话，记得就是为什么一直曝光？记得明天早上十点之前下单的话是390，明天早上十点三款都到明天早上就会变成690了。你好像是不是就差300？哎、欸，那这边放一个那个倒数计时。今天会穿到破损感出针织，我本来想穿，但是因为我已经穿过了两色。你说在小杂志？对，我穿过粉色跟蓝色，我就如果想看那个破损感出针织毛衣的实穿的话，可以去小杂志里面有小杨实穿的照片。嗯，因为我今天穿，我现在换了一套是最基本的。不会啊，这个很可爱，就最基本的反折袖，好可爱哦，黑裤搭这个，就是这上衣有点短。小杨最近很爱穿黑裤，对，因为冬天到啊，就会觉得说好像应该就是很上班很舒服的穿搭。然后上衣就可以穿宽一点的，这样腿比较细，这样好可爱哦。这样子脚很细。对啊，好细啊。这个黑裤真的很不得了哎，就是妈妈都称赞的黑裤。对。然后想讲一下我的这件上衣，就是。嗯，它除了是一般的条纹之外，我在里面也做了很可爱的，就是粉色配会有粉色的黑条，白底黑条配粉色，然后灰色白底灰条配的是绿色。哇哇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刚刚这样子，对对，也是可以这样子拍，这样子好可爱哦。然后它连领口这边也有做这样灰色，我这个里面也是粉红色，是一个小细节。我本来是想要粉色可以露一点点出来，可是好像做不到，没有，我没有这边缝起来。对，好像设计这样，这边粉红上也怪怪的，所以我来套一下。有人有买哎、欸，对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。这个你买灰色吧，灰色因为我灰配绿是我灰色配粉绿、粉红、粉蓝，我都觉得很可爱。对，就是他们都对彩度不是那么高。对，然后因为白底黑条的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，就是再女一点点，所以我就想说做这种很可爱的粉，带一点可爱的。对，这个粉跟粉绿我都有挑过，很认真的挑。条纹真的是每天的必备，不知道穿什么就是要穿，就挑条纹了。可以这样拍，这样姐妹装的感觉，这样好可爱哦。这件很可爱、欸，最近有连结吗？有啊，等一下客服会帮你附上。这个不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其实也可以拆下来，不想要这样。就是反，就是也是一个反折，不会被人发现。就冬天的时候很喜欢，就是穿比较长的袖子，你就可以这样。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有造型的时候是把它翻起来的。而且它这个条纹是有厚度的。对对，这个对这个毛是有这个毛衣是有厚度，给你看，这样看出来厚度吗？就是是不是薄的，扎实的。对对对，嗯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也是这顶帽子是那个刚刚的那个黑色的
通常我戴帽子我会这样凹一下。哇，小小小 paper。对，我会这样凹一下，让它的就是这个，它本来是这样平的，我会这样凹一下，让它就是有这个弧度，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弧度之后脸型看起来会更好看。嗯，就这件，这样就是这个弧度之后，好像脸就会比较瘦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我心理作用。可是我好像也会凹一下，你也会凹吗？我好像也会凹一下，通常都要凹一下，就感觉因为戴扁扁好像。会比较没精神，而且条纹真的是很实穿。我也没有伤你们，我只想要跟大家说我的小小事。就是，嗯，每一款衣服可能都有，大家在设计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小不同的设计。像可鱼的刚刚格纹洋装，它就是以他自己喜欢的蝴蝶结概念去做。然后我们也是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都会想说我喜欢什么样的颜色，然后怎么样。然后像我身上现在身上这个。这种穿搭也可以配，可以讲吗？可以了，可以讲。现在要再讲明天的新品，要小小，但是因为这一周有三款折扣的商品是限时的嘛，对，所以就是到明天早上就没了。所以明天早上这个折扣的商品没了之后，又会接着新品，大家也很喜欢的新品。这件也是，继上次那一款羽绒外套之后，又有慢慢进入，又再进入了另外一款被大家抢光的羽绒外套，是这件吗？就是不是也是铺面外套，对，上次是连帽外套，上次有那个灰色的连帽，然后这次是也是连帽，它这个更厚重，然后比较长，比那款还要长，长所以保暖度应该是更好，但是那款也算很好，也是很好，但是这款更厚。没有啊，你继续讲。哦，好，然后我就站远远给大家看。它的长度的话，就是因为现在冬天很多长版的上衣或是长裤，我们一定要搭长裤，所以如果有喜欢长版外套的话，羽绒外套有在看的话，就可以穿这款。然后一样是做韩国现在很流行的，就是这叫什么啊？一条一条的铺棉的。这个是铺棉，一样有一点点，就是光泽，一点点而已，微微的，它有一点光泽感。嗯，然后袖口也是做竖起来的感觉，这好像就不会灌风了。比较防风。我换上了这个，应该也是明天的。对，这个也是明天的帽子。我这个也是明天的帽子。毛毛也是明天的。也是。那我要买。那我也想要买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也想要买帽子，然后就很尖。等一下。然后后面有背景看不到，就是它很尖，可爱。对，我是黑导演也不管。然后这个外套很，我觉得它是比上我讲我的感想，就是比上一款更厚重，它更有分量的感。对对，然后它更长，它连袖长跟衣长都更长。然后但是它很可爱，就是它也有连帽，然后它的帽子里面也是有那种。也是有那个棉的那 种棉的那种，对，铺棉，对，然后因为它有很多小设计，对，它有很多小设计，还有一个笔，就是那个，它是一个可以缩的，可以有缩腰，然后它下面也可以缩起来，然后我们刚刚试过把下面缩起来，就变成像一朵花一样，就是整个包起来变得很可爱，多重？你会觉得很重吗？我觉得很重哎，它算是有分量的，上色的比较轻，对，因为上色那个我觉得算轻的，对，算轻量型，也对，也是没有到那种某牌的这么轻，但是它上色就是算轻的，算有分量，但是这个更有分量，更重，而且真的很热哎，对啊，就是它这一件真的穿上去真的会热，就是我们今天中午，可是我们穿这件158穿起来到小膝盖吗？应该有过膝盖，有过膝盖，我过膝盖了。上次那件是到膝盖，这个是已经有过膝盖了。这个我觉得更适合很高的人，如果你更高的人，就是超过165的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选，更可爱。但是Ruby 是多少？Ruby 是他觉得这款比上一款还要喜欢，因为什么？上一款我觉得比较宽。这款 Ruby 穿的好像可以直接睡觉。Ruby 150睡袋150号称150。150小织女的穿搭到你的，我看一下，到你的膝盖在哪？我的膝盖在这里吗？这里。他看不出膝盖在哪，你们不要自己笑翻好吗？
腿的一半。对，小腿肚。那小腿肚。这款很适合穿去韩国之类的。这款是韩国的。因为它这边做的比较，然后两个颜色嘛，就是两个颜色，军绿跟黑。我跟你讲，穿这个在那个电梯里会大家一直互撞。我觉得跟 Ruby 就互撞，然后我们要两个一起就这样挤，因为太挤了，太碰了，真的。对啊，这么打的不透。防泼水，我们今天中午有去买午餐，有稍微穿这件，然后我们没有带雨伞，然后江江有穿，好像有一点轻防泼水，但是。还是不行，没有防水，对，就是只能就是一点点，因为它是表面是做这个材质，所以但是它没有做防水的功能，没有防水的功能。嗯，一五零小编的手不见了，没有，我是要让你们看这个，没有，他的手就是不见了。我要换回外套，好但是我觉得他算我们要结束了吗？差不多可以结束 了。那我就是想说，我换回就是条纹最好搭配的。就是因为白底黑条，只要搭任何的外套都可以。就是粉色，我要讲什么？浅色的跟这种就是特殊颜色，然后跟黑色、深色系的都可以。这样好可爱哦！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看。对，那你如果觉得太长就露粉红色，你又很甜美就把粉红色露出来。对啊，像翻腿也很可爱。对啊。这一件跟上。那件铺棉外套有差异，刚刚有讲过，上次比较轻，然后这次比较厚重，然后跟比较长度也比较长一点点。嗯，如果已经买了上一款，这款要买吗？我觉得也可以不用买。对，如果这款好像不会只是差在有，除非它有真的那种厚，除非你的工作需要在外面，是吧？我觉得也不方便工作，或是他一直出国，或是你要就是很常出国这种，你是很喜欢出差的，或者说你的工作是需要。一直待在外面，比如说你要发传单，发传单自己，然后发传单还是要很美。对啊，就是你在我，因为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工作，不知道。我觉得卖衣服啊，你卖衣服就不用买我们的衣服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上一款我去日本的话，可能是大阪等级，然后这款可能是北海道，哦，因为北边一点，对对对，你这样形容好像对不对？对，對對對因為大阪跟北海道差很远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大阪感觉比较热，大阪比较温暖一点。没有，因为像上礼拜那一款，我朋友他就有问我，他就说那个灰色帽子是可以拆的，因为他不想要有两个颜色。那、哦、如果上礼拜你因为不喜欢双色的话，他这礼拜这款就是又有帽子，然后。同色系的，好像是这样说明，好像是还不错。上一款去大阪完全不能穿，我刚去大阪吗？你没有穿，可以穿去大阪玩哦，好好哦。我刚刚穿起这件外套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就是我被它的分量感吓了一跳，因为它很有分量感。我有点觉得我被它穿，它超级有存在感的，你不会怕你的外套不见？对，大阪零到思成说大阪是零到五度，然后他穿上一款。还是就觉得蛮保暖，那他穿这一款，如果你穿会更暖，那这件可以到零下。可是任何羽绒外套，我觉得里面还是要穿发热衣。对，就是双保暖的感觉。对，如果你很怕冷的话，我建议就是把它裹在里面，然后就开始燃烧，这样子。嗯，好，那我们。差不多礼物整理一下那个重点，就是就好像里面的这个天鹅绒拼接蕾丝的洋装，还有后面蝴蝶结的毛衣跟。绣花大雪梯吗？对，三款特价到明天早上10点哦，10点过后他们就会变回原价。然后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这个铺面外套是明天穿上的新品，所以明天会有一些新品，还有帽子，对，是10点的时候，还有这个，这两个可以一起买，是早上也是10点的时候会上架，他们两个会就是你知道，同结束这个结束，然后就接着这个，所以可能。大家要衡量一下，对，考虑一下，看喜欢那要买什么。然后今天的直播的礼物就是这一件洋装，可鱼的天鹅绒的洋装，这个是双肩带，双肩带，然后下面拼接睫毛蕾丝。好，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跟大家拜拜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圣诞树，拜拜，都一直等到圣诞树，圣诞快乐。